香蛤鸡香番薯啊，哦，用香蛤鸡的香蛤番薯啊，废物利用，快甲起喂。火甲起落啊，红番薯啊，锅盖盖着，哇，还是红番薯啊，看外久会熟，即摆甲火团叫出来，番薯一定红色啊，番薯。啊，无解烧水呢？我感觉啊，无解烧水呢，甲伊解好啊。无解烧水，啊，即摆呢，换要烘烟肠啊。含几含料，即摆换烘烟肠哦，一举数得呢。哎呀，这个会来烘，这个会烘烟肠多啊好。啊，这草啊，甲烧烧下，等下甲甲草啊烧烧掉安尼吼。回归自然，回归自然啊，自然生态农法。哇，含几真正有色安尼吼。我头先动作还无解消水，阁有安尼，哦，水呢，哦，无盐行行到金丝丝的盐肠，会安尼，哦，哦，迄火炭还嘛是温度有烧呢，火炭烧，哦，安尼伤济个，哦，如果都无行遐济，无了火要开，火开着，嗯。哦，行啊，较水呢，专业的，这才十几年的经验呢。就是哦，俗哦。哦，这番薯看着足水的呢。哦，我只番这番薯看起来足水的，水洋洋。鲜艳嘛。